这位先生他被高压电烫伤，全身的皮肤有55%的面积都灼伤，经过21次手术，他的脚没有办法抬起来走路，要拖着走，手也没有办法举高，可是他现在得到神的医治，他可以走路，而且手可以举起来碰到他的头。感谢神，把荣耀都归给神。我相信会有神迹，我相信全能神。哈利路亚，你可以过来吗？Your hands to this gentleman. 我把我们的手向这位弟兄。Let's pray that his healings will be perfected with a new skin. 我们来祷告，让他的医治是更是完全的医治，有新的皮肤要来到。That all his neighbors will be stunned by what Jesus has done for him. 他的邻居都要因为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讶异。People will see and glorify God because God has been good to him. 人们要看见神对他的良善来荣耀赞美神。你相信吗？会有神迹。相信会有神迹。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来我们去祝福他，为他祝福，用我们全部信心来祝福他。Give him new skin, Father. 神给他新的皮肤，耶稣的名。领受他的恩膏。